who will take us through the realm of nature. First up, we have the Forest School from Taiwan. He'll share insights on behalf of Mr. Chen Qichi, the founder who couldn't join us today due to his recovery from an illness.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很 interesting 的 speaker. Samantha 呢，他是花了精神齁，去邀请了台湾森林学校创办人陈清波老师，但是陈清波老师临时不能够飞过来马来西亚，他特地安排他的好学生李文超先生，他是台湾老师的德里学生，然后他从事 台湾老师的信念呢，在马来西亚大概有15年 on and off，所以我们今天呢很开心，他可以抽空百忙中也赶下来哈，而且这是 last minute 的，非常谢谢你。好，我们把棒子交给您。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文超，我是马来西亚人，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OK， 我是 KL 长大的。 然后我自己呢，是从2009年开始，我就在读中教书，一直到 on off 到现在，然后在各种学校都教过了书，还有就很多很奇怪的想法。然后最奇怪的呢，在2021年，我们做了这件事，那一年，我们带了我的三个孩子，1岁。 3岁、5岁 ，OK， 我们去这一块地，这块地已经是开过了的。本来我们站的地方就比我的太太还高的草地，我们在这里呢做了一些蠢事。反正不做蠢事的人应该就不会站在这里嘛，今天，对不对？好，那我们做什么蠢事呢？那是一个 NGO 新申请到了一块地，在乌鲁木齐，所以。 他就10年没有人进过去了，草长得比我们还高。那我呢，就带着太太，我们我的，你看到我太太的装扮，还有长袖衣 ，OK， 她左手拿棍，右手拿镰刀，然后两个女儿跟在中间，我在最后抱着我的小儿子，我们就一行人慢慢走进去，走去哪里？我们就慢慢的走，走去。 我们的小天地，我们那时候是打算在这里盖一间森林学校，所以在进去以前呢，我们需要跟学校有连接，跟土地有连接，所以我们就每一个礼拜2-3天，我们在附近租了一间很简陋的小木屋，每个礼拜就去那边，从那边走路过来到这里，这还不到1岁半的小儿子，他看我们搬石头，他也帮忙搬石头，所以。 谢谢。然后呢，我们做各种农务，我也教孩子种树。还有，我们最后呢，我们还铺了一条道路，盖了一个那个湖也美化了。那这是我太太工作室的样子。然后还有我们各种的玩。孩子在自然的环境呢，他不需要太多的引导，他也不太会吵我们。我们就把孩子带进去，那我们两夫妻呢就分工的做。当然。 孩子还小，我们都会出现在旁边，就在这么远的距离，让他在那边自由的动。当他跑喊一句，然后我们一整天，不管大太阳还是雨天，我们就在里面过了每个礼拜五、礼拜六。我们就这样子，从2021年的下半年，一直到2023年头，我的大女儿进1年级为止。这1年半呢，我们就这样子做各种的农务。 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做这样子的事，然后还有这就是那个 NGO 的 leader， 我相信不少人认识他，土妈，土妈屋的土妈，我们在盖石头路，然后还有美化，过后呢盖了厕所，做了花圃，最近花圃已经长满花了，可是我没有那张照片，还有这是我们的凉亭，也盖了很多东西，还有。 这是我们家庭做的孝树，我那时候女儿现在5岁了，那时才3岁多。
他就帮忙做酵素, 我们倒进湖里面, 就这样子倒, 很陡的位置, 过后呢, 酵素下去不久后, 莲花, 荷花, 各种植物都长出来了, 然后还有就是野生的植物, 还有我们孩子们最期待的环节是这一个, 可以吃的, 我的小女儿呢, 五岁, 现在5岁, 她3、4岁的时候, 她就可以自己走进草丛里面, 找各种野果来吃, 我们都很担心, 她就一脸震惊地告诉我, 可以吃的, 陈校长告诉我说, 那一个是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 某某老师说, 这是可以吃的, 这是什么果, 什么花, 我跟我的太太就, 陪她吃一个很涩, 可是她吃得很开心, 那我们这边吃的, 我们在那个园地里面吃的有什么呢, 香蕉, 香蕉花, 还有这些, 这就是我女儿跟我说可以吃的果, 还有这个野牡丹, 是有伤口愈合的作用的, 还有鸟巢蕨, 鸟巢蕨可以把嫩的, 剪下来炒, 然后还有他们最期待的环节就是, 看到各种野生动物, 包括这里猎的, 有鸭子, 水鸟, 各种鸟, 山猪, 牛羊, 还有这个, 这应该是 tree saw, 我们也不知道, 是一种不是松鼠, 也不是老鼠的, 一种鼠类, 啮齿类, OK, 羊, 羊过来探我们, 然后变色龙, 那一次是他们近距离, 你看他2岁了, 走稳了, 2岁爬上去看那个变色龙, 然后变色龙就玩了半个小时, OK, 当然我们也有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有一次下超级大雨, 而且我们在山边, 雨来是没有预兆的, 直接天黑, 马上就雨来, 那我们就抱着孩子, 我抱两个, 我老婆抱一个, 就往棚里面走, 棚里面有一大丛那个, 那个竹子, 有一大丛竹子, 那竹子歪的, 不断地打那个屋顶, 我们只好躲在里面, 希望那个棚不会倒, 然后就等雨停, 再走回出去, 这时已经是车可以开进来的, 然后前半年是没有办法的, 就走, 所以我们在里面呢, 就度过了2年, 就MCO到开封的那2年, 2年的几乎风雨不改的, 每个礼拜5、6, 去到那边, 还有各种, 哦, 这个故事也是很好, 这个我的大女儿那时5岁, 她捡到一只树枝, 她跟妈妈说, 这好像可以做, 钩针, 他就自己削, 自己钩针, 然后还钩出东西, 他的创意, 还有我们就用简单的带, 绑一绑, 绑一绑花, 然后自己做印, 他们就这样子做, 那14岁6岁, 就还有我们自己做椅子, 自己做椅子, 然后还有上课, 这个是我太太教他们的 form drawing, 那 form drawing 呢, 是要画一些线条, 那我们发现自然界的线条呢, 我们就捡石头, 因为河, 我们那边有一条河, 一条一个湖, 所以我们就把石头呢, 捡上来, 敲碎, 看到的线条拿来画, 这是我的5岁的女儿画的, 然后还有做各种, 就是学C的时候, 学字母C, cheeser craving的时候, 就是直接做动作, 因为英文字,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英文字的 alphabet, 尤其是 consonant, 它是全部都是音来的, 比如为什么有S, 蛇, 所以在我们是希望呢, 是让学生在看到蛇的时候, 生的时候, 也顺便教那个S的字, 教C也是这样子, OK, 好像重复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究竟做什么, 看到这里呢, 好, 我们停在这里, 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我自己呢, 是 马来西亚人, 读中毕业, 去台湾念了大学, 在清华大学念电机系, 这边有不少台湾人, 就知道我大学的时候, 那个科系是非常难念的, 然后我在念的时候,
这是我遇到一个人生最大的问题。我大学一二年级，我遇到了灭顶之灾，因为我的高中成绩非常的好，我在考 SPM UEC 前三个月，我就把课本丢掉，跟我同学说 Physics 物理 MX 数学我不拿 A， 我跟你吃桌子。 OK， 十八岁的我就是这么串的，这么拽的。可是我一去到大学，我就成绩很不错，报到台湾一流的大学。一去到大学，我的数学、我的物理，每个礼拜小考，每个礼拜零分。连那一个最不喜欢跟学生沟通的教授，都特地请我去他的 office， 问我怎么了，可以怎么帮我。我那时被他问得快要哭出来了。我那时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应该这辈子再也学不到的东西了。我很不服气，那一年的寒假在台湾半年以后，我就飞回马来西亚去我的母校，问很宠爱我的物理老师、数学老师，那些选我去比赛、那些让我考试考一百分的数学老师、物理老师，我问他们我怎么了，他们给不到答案。然后我当然经历了黑暗期，大二退学，快要退学的时候，我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跟在座的每一位很像，就再给一次机会的时候，我竟然安全的毕了业。毕业过后难题才真正的来，因为我在 top 的 engineering school 毕业，那时候 engineering 还是非常高薪水的职业。可是我知道我不能教书，因为我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我怎么了，我为什么大学学不到的东西。所以我就跑回我的母校，跟我的老师做同事教书。你知道那时薪水是三分之一吗？ One third。 台湾的 engineer post 跟独中老师是三倍，所以我被所有年纪大过我的，包括我父母在内，极力反对，叫我不要做傻事。可是我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不行。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说，两年，你给我两年时间，我找到问题以后，我会读个 master 再回去台湾，再赚钱做你的乖儿子，做 engineer。 可是我发现不需要两年，我只要坐在老师办公室两个礼拜，我就知道什么问题了。我们的教育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可是我不会解决，我不会解决。那么从此我就是变成一个很叛逆的老师。什么叛逆？我以学生为主，我看学生我就完全不 follow， 我变成了那个教务处 academic 的那个难题，我变成了我的 head of department 的难题，因为我不 follow。 所以我也没有教得很长，我就答应我妈两年，两年后我就辞职，我去 working holiday。 那时候我带着一个问题，跟刚才 professor doctor 介绍的是一样的问题。我那时我很痛苦，因为我看到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我该做的，第二种是我想做的，第三种是我能做的，我没有办法 match 起来。我也画了那个圆圈，我三个圆圈没有你们四个。那时还没有单身，还没有想到社会要配我的，我自己画的。那我就想中间那一个是什么？ engineer 每个人都讲我应该做赚钱啊，然后老师我能做，我做得很开心，可是每一个人都骂我，除了学生跟学生家长以外，每一个人都骂我。那我就不知道，我去纽西兰，去了全世界最北最南端，去 out of nowhere， 我自己静静九个月，我去得到了这个答案。那我知道我得到答案就是做就是了。该不该这个问题不是做决定那时问，而是做完过后回头看。你回头看，你就知道该不该了。当你摸自己的心，你就知道该不该了。不管那个 decision 那个决定多么的愚蠢，你只要走过一段路回头看，通常是应该的，很少不应该。然后二十五岁那一年，我得到这个答案以后，十年前我就惨了。
因为我再也不能工作，我有试过去台湾做engineer，很辛苦才过了那个试用期。因为我答应我妈的嘛，我一定要做。然后一年，我受不了，我辞职。我跑回来，我也受不了读中international school，我决定freelance。 然后我要交补习，我那时候跟所有我的朋友说，我要交补习，我的补习的目标是我的学生再也不要补习。我的目标是，我很讨厌补习的，可是我要交补习。我的目标是第一年，他过来跟我说，老师，我全部补习退掉，只补你一科。第二年他过来跟我说，老师，我连你都不需要补，你教会了我自学。 没有成功过，第一步有，每两三年会有一个，他真的是断掉补习，只跟我。可是通常学生都不太敢断完，所以他会给我盖这台到高三，这些呢就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经验，因为他到现在不管在世界哪个地方读书，都做了我的好朋友，到现在在我学的读书的每个礼拜 call 我。 跟我报告，还有在加拿大做了数医生的也有，所以我觉得我走的路应该是没有错太多的。然后最搞笑的是，学生问我后悔吗？我说后悔，一个月后悔一天，给银行bill的那一天，很后悔，因为我的第一年教书，端午节我的。 学长成绩比我差的，在台湾做工程师，拿了40万台币的 bonus， 40万台币就是七八十，50千马币那时候。那我的 bonus 呢是一个学生手包的2颗粽子。我那时拿粽子回去，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因为一颗粽子值20万。因为学长的那个 position 我是可以去的，所以我只要熬那半年，我就有40万。结果我就这样一路傻傻傻。 可是我没有办法找到答案，我只是在怨，直到我的大女儿来， 2016年，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只好把我所有做过的傻事集合起来，然后我更幸运的是我的太太陪我傻，所以我们就这一家呢，就去直接的做这样子的事，比如我们的教学，那。 会达到这一些效果呢？我觉得这个 slide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会一个字一个字 go through。这个 slide 主办单位可以 share 给大家，然后也是一些比较技术上的。那我比较特别要讲的是，我们的劳动教育，就像我说的，劳动教育不是让孩子，不是逼他做。所以有朋友问我，你要教你孩子什么？拔草，拔草谁都会，可是不是。 在拔草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观察、所有的技术从那一边产生，然后这就不得不讲到后面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过后，我当然有那个土妈那边也有请我，lead 森林学校的成立。过后呢，就因为这样子，我们找到台湾的本来今天要来的主讲人陈清之校长。陈清之校长呢，他1983年就建了台湾第一所。 森林学校，然后到1997年，因为经济富不了，倒闭。然后2000年左右，法鼓山又请他盖另外一所学校，叫现在还存在的叫做法鼓山的人本教育人本学校。然后他是创始人之一，他也当过校长，当过校董。过后因为身体问题才退下来。退下来以后，他就很勤劳的跑马来西亚。那我在这段时间，刚刚也有一位。 是说常常在附近的农场活动遇到我，对我在不断的找方法的时候，陈校长出现了，他跟我说他傻过，就是我们傻在哪里？我们没有画到第四个圈，谁要配我？我们做这些事谁要配我？所以我必须把自己切两半，我补习，我去学校接 cashier job， 我去帮别人编书，然后我写新闻稿，然后切一半。 做爸爸的时候就做这样子的事，这样子是很不健康的。整个人生的都很不健康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当我想放弃的时候，陈校长说：“你不要那么傻，因为我傻过了。”陈校长他那35年那2间学校呢，他倾家荡产跟他的太太离了婚，他的二儿子也自杀，他经历了很多，然后自己也有患了重度抑郁。我就觉得嘛，好像做农业、做教育的每一位。 都会抑郁。
是不是还好不是要找到方法所以他重度抑郁好了以后他就过来那我们有这个缘分认识到他就说我需要一个系统那我在等着他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就现在有点身体出现状况没办法过来所以我只好网络上跟他联系那现在在乌鲁木齐的圣灵学校呢也放慢 应该会从holiday program做起就所以我稍微讲一讲接下来是他的powerpoint稍微讲一讲他的理念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我在认识他以前我做的是跟他读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要怎么样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呢我们要做科学教育这件事所以我们就会让孩子放在自然里面然后让他们去观察 然后只有好奇心呢才会keep着不断的学习从小开始而不是拿起藤鞭所以在这样子呢然后他的理论呢然后这是陈校长自己写的书他走出忧郁症以后他就写了自己的书然后他提出这个跟我很像在实践中学习在玩耍中学习然后就加上自己的那个能力去把一些比较先进的东西融入进去孩子里面 所以保护孩子的好奇心是一直是我们的重点重中之重然后就有很多朋友说什么学校都一样的毕业了就好其实不是的在某些学校呢他会严重的砍掉孩子的好奇心我们自己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坐在回去22岁那一年大学毕业 我回去我的母校坐在办公室三个礼拜两个礼拜我看我的老师备课的态度他们教我怎么样教书我就知道问题在哪里因为我们主流的做法完全 cut off 孩子的好奇心完全那这怎么做才对呢我就学了很多现在也还在摸索当中 那除了陈校长我还有接触一些华德福刚刚主持人介绍我说我从别的地方赶过来早上我就在一所华德福学校教了一个物理六年级的物理哇这个我跟你说还是主流容易教主流我教书从来都是一直马克笔或者一支粉笔就可以了我不用带课本的不管是 A level 的 MX 还是 Further Max 还是 A level 的 Physics 我都是 直接一支笔就可以教可是华德福的这种以好奇心为背景的太难了可是因为难做了才有价值所以我这边呢我觉得我就差不多停在这里然后 PowerPoint 呢陈校长还准备了很多最后呢我让你们就对这个情谊这部分是我们现在的主流教育最缺的而 所有的系统外教育我们都在不放弃这两个的情况下做好情谊这件事那一个好奇心那个对大地的感恩就是这里来的所以那我不敢说教还是分享我只是跟大家说我做了什么我撞过的板我思考过的问题都没有很多答案还在摸索当中前进 所以我们做如果然后如果接下来要做呢我可能也会做陈校长他一直在做的就是要如何让孩子看听感受想然后做然后我呢我的报告就到这里然后谢谢大家 Let's hand over a token of appreciation to Mr. Chen Mr. Lee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李先生的话，可以联系 Samantha，Samantha 可以联系李先生，然后跟大家分享。OK，谢谢，谢谢，谢谢。